兄弟们，咱们抓鸭子去哈。这昨天晚上在直播间啊搞了一下福利啊，有一些粉丝朋友搞到了这个鸡跟鸭，两只鸡三只鸭，三只鸡两只鸭、哦、三只鸡两只鸭，然后还有好多米粉、拌粉、大碗面、酒糟鱼啊都有了，恭喜这几位朋友荣获大奖。然后抓鸭子去哈，带了一个撒网，还有一点玉米，咱们去诱骗它，看一下这个一网能不能搞到它们哈。走，跑了跑了，追过去，赶到精神院去。啊，就五只鸭了。赶到精神院去抓吧。嗯。追了，咱受惊吓，飞到讲义堂去了。老表，受伤了，我。受伤了，我操。吃错了。嗯。打到肚子去吧。我靠！我的个妈呀，刺穿了。哦。嗯。哦，我靠！老表受伤了，跑不来，大哥，刺的挺深的。啊，鸭子没了，脚又受伤了。其实挺深的哈，不幸中的万幸，这个地方皮厚一点。鸭子来了，把它逼到里面去，妈妈嘞，哈哈。我去用螃蟹啊。黑妹在门口，黑妹，别别别别别！这鸭子太贼了哈！黑妹在这边帮我赶，黑妹过来，黑妹会捣乱。来来来来来，把鸭子弄到精神院来抓。来来来。傻子傻子，快快快快关门，就一只啊，两只，木的一只啊，逮到一只了，后面那只难抓了，吓死，其他的鸭子受到惊吓了，估计不好抓了。大家看看这个鸭子，我养了将近两年了，我都舍不得吃。差不多有宰杀前我感觉有四斤多哈，今天把你宰杀了哈，发给中奖的朋友啊。是不是差一只？好像白鸭是母的，母的就要下蛋哈，我们抓这个立头鸭，这个下蛋进去，还有两只立头鸭哈。嗯，估计不好抓了，受到惊吓了，再试试吧。先抓一只哈，这受到了惊吓，这个鸭子又下鱼塘了，游得那么远，估计不会来了哈。咱们今天还是不给他们吃，让他们先饿着，看一下下午的时候啊，让他们缓一下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再把他们骗过来再抓。还有一个是我们新干这边的，我们本地的，他说他自己上门抓。今天就这样吧，好，先抓一只。嗯，我是来了来了来了，继续继续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还是一样啊，放在这，咱们俩躲起来，这个要放旁边。抓只鸭子跟做贼一样，哼。徐哥可以出手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怎么搞到鱼了？搞到鱼了，鲤鱼，两条鲤鱼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鲤鱼拿过来，
鸭子没杀到你，搞到两条鱼了。我力小了一点，如果再重一点力的话，真的杀得到。两条小鲤鱼，放上面甲鱼塘吧。嗯。放。上面堆甲鱼，让他们产崽。差不多抓不到了，第二次受到惊吓。就撒到了一只鸭子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再来抓鸡吧。鸡现在抓不到哈，鸡现在没几只，这些鸡也养了好久了，差不多也快两年了。今天天气好，回家走喽。